姐的老公之前被爆出拥有百亿身家，两人也经常会在网上放闪，感情可说是超级好。近日焦永杰则曝光老公和刚开完演唱会的张清芳深情对唱的画面，并笑说这个时刻是老公的人生高峰。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焦永杰老公和张清芳对唱一首经典歌曲，结果没想到唱一唱，老公为了配合歌词还牵起张清芳的玉手，但当张清芳碰到对方的手掌，忍不住惊呼湿的，他手是湿的，结果张清芳立刻把手甩开，当下焦永杰的老公也相当不好意思，马上把手放在裤子上擦一擦。可能是因为看到张清芳太紧张，直接狂流手汗。影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笑说，看得出来老公紧张到爆。不过老公本身歌喉也不错，也因此让这个影片在短短的时间内更新5.7万人次观看。